为了给上海新娘莎莎一个惊喜，一个多月前，一个名为刀子的网友开始在网上征集求婚祝福。短短两周，他成功的收集到了来自全球七大洲的800张求婚照。莎莎，请嫁给刀子吧。视频中，世界各地不同肤色、不同年龄的网友们手拿一份求婚宣言，用灿烂的微笑给准新娘莎莎送上真挚的祝福。这段视频的诞生源自准新郎刀子的一个突发奇想。我在10月31号发了这个微博申请的时候，向网上求助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，至少是将来总有一天要实现。但是现在的话，暂时没有办法实现的话，我希望通过这些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祝福，来让我们神游整个世界。那这个的话，其实是我想给莎莎最大的这个惊喜。一开始刀子估计能收到100张照片，可结果却让他喜出望外。800张照片像雪片一样从各地飞来，让我完成了这个视频，实在是完全就像一个奇迹。